来，大家来看旁边的这口井，叫做孔宅故井。这口井呢，已经在2000多年了啊，将近有3000年的历史。但到现在呢，依然不干涸。这个井呢，就是咱们孔老夫子家的饮水时用的井，所以说叫做孔宅故井啊。你看，别动，别动。小，没水。